所以还有一个称号叫魏董。哦，对吧？这个是看朋友之间在互相调侃。二位董事长，待会带我们去哪里吃宵夜？看老师想去哪。那你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习惯呢？像我个人哈，我都会看着他的照片去想象他唱这个歌会是什么画面。嗯，对，你平常会做什么样的？因为我改编都是要给我自己唱的，那如果我看着我自己的照片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哦，对，那你自己，那你在改编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样的画面去想象？我会以一个新的节奏的形态先开始，也许本来是比较六八拍的感觉，可是你用把它改成一个四四拍的感觉，它整个气氛就会变了。对，然后我就会用这样的气氛去配看看当天的心情，这样子。还有配当天的心情，所以说会看农民历就对了。也会哦，也会看农民历。对，然后沐浴有一些歌要在。对对对。那其实你真的是有一个老灵魂在身体里面哈。嗯，我觉得是啦，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很久以前的歌，包括那个三十年代啊，三零四零年代，我也都很喜欢。